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彩妆师 Jenny。今天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立体精致又细小的鼻影画法，这算是一个比较有一点难度的鼻影技巧。首先你必须要非常清楚且了解自己的五官，再来看这支影片比较不会有挫折哦。待会的这位印尼 model， 她本身鼻子是非常挺的，你要如何在镜头前面拥有非常自然又挺的鼻子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就一起看完这支影片咯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记得你已经追踪我的频道咯。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，记得一定要追踪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